在马来西亚新山，有一位慈济照顾户因不小心擦伤了脚踝，受到细菌感染而造成严重红肿，多日来不见好转。慈济职工赶紧将他送院就医，无奈医院因收治了大量的新冠确诊病患，腾不出多余的床位收留大叔，职工只好带他到附近的私人诊所求助。经过一连三天的抗生素治疗，在职工们的轮流关怀下，大叔的脚伤终于得到了改善。换上整齐的衣服，拖着红肿的左脚，杨国泰在志工的陪伴下吃力地到住家附近的诊疗所接受治疗。因为脚弄到破皮，破皮了就细菌感染，就造成这样的红肿，是因为我自己不小心啊。那希望我以后要注意的。疫情期间，志工不辞辛劳，专程送来爱心物资。医生讲讲啊，医生说还很脆，发炎了。仔细检查红肿的左脚，志工把眼前的这位大叔当成了自己的亲人。感恩哦，非常的感恩哦，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七八十岁的人了，有慈济的人来帮忙，来为我们打扫，哎呦，真的是。太有福气就对了啦，哎呦，真的是感恩，感恩正言师父，还有所有的慈济人。可能这个口罩就是有人来你们才戴，可是你们挂外面不要挂家里。由于疫情严峻，志工细心讲解如何做好防疫，不只希望年迈的长者保护好自己，也希望家中患有残疾的女儿同样能安然度过这波疫情。不可以出门。每天待在家里，三餐自己煮咯，东西就有朋友代买咯，就是这样咯。因为我们老人家根本就不可以去哪里了。你好啊。好好，收到了。好，感恩啊。打拨电话也及格了啦。疫情期间，家中随时可能出现突发状况，善心大德送上智能手机，让阿妈能及时向志工求助。现在疫情弄到民不聊生了、每个人的事业是很痛苦，老天爷要保佑，希望国泰民安了、很感恩慈济澳洲救人的心情、慈悲的心情、这样为大众服务、我们感恩不尽、阿弥陀佛。疫情非人可挡，新冠病毒也同样阻挡不了人间的温情。在做好防疫措施后，志工们继续关怀贫苦的弱势家庭，让他们在飘摇的疫情期间依然有个坚实的依靠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新山报道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